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佳慧。今天与大家分享有关书店畅销榜之服务设计。每当我们造访一座城市的时候，透过五感六觉的体验，开启了与这个场域的第一类接触。耸立在街道四周的名胜古迹，可让旅人凭吊或赞叹属于这个土地的光荣历史，或者是过往的回忆。然而，散步在各街区的特色餐馆，让我们透过在地饮食来体会在地的庶民生活脉络。除此之外，要了解一个地区人民的思想发展，并掌握文化趋势的潮流脉动，那就不得不寻访书店。一直以来，更因为它独特的区位，开在学校旁边、捷运站等商业区边，而成为大社会当中人与知识接触的窗口。由于便利性、精致性及时效性，因此重要性往往大过于图书馆。本文将探讨连锁书店当中常见的畅销榜，尝试从服务设计中接触点的观点来进行相关的分析。如果你有逛游书店的习惯，一定对于书店内醒目的畅销榜相当的熟悉。加上分门别列的陈述出各式领域的畅销书籍，所展现的是这里的人在当代时空下所关心且在意的议题。要知道城市里的人在想什么，书店可说是一个趋势衡量的温度计。当然，随着网络书店的日益发展，国外的 Amazon 以及国内的博客来，或是后起之秀独特生活，也都各自发展出畅销榜，且因为网络化的关系，榜单更进化为即时，也就是可立即知道这个时间点各类别书籍的畅销情况，有别于传统固定周次性的统计逻辑与方式。如果要提到畅销榜，最有名的也是最早并具有影响国际出版趋势的，首推美国《纽约时报》畅销榜。从百年前开始，《纽约时报》榜就以其权威性成为业界选书及读书人满足的重要参考指标。而台湾国内书店的部分畅销榜的起源于连锁型书店金石堂，但实际上后来是被以标榜人文、艺术、创意、生活为成立宗旨的诚品书店所发扬光大。也因为早期诚品人对于选书的坚持与主张，期望以成为台湾文化与知识窗口，用心的经营这个文化平台。几年下来，让诚品畅销榜成为台湾知识的指标，影响着当代的阅读口味。不仅是无头苍蝇般的读者开启了一片引介的窗，也为有心投入出版的文化人找到一个了解阅读趋势的切入点。然而，这样的一个平台，毫无疑问的是最常博得媒体之润，这是个有趣的现象。而畅销榜真的是书商与通路用来坑杀读者、商业味浓厚的万恶设计吗？从服务设计的角度，畅销榜是个好的互动设计界面，透过这个接触点及实体证据，形塑出书本与读者间的互动平台。因此，当读者进到书店当中，除了新书平台的新鲜货外，畅销榜扮演着传达近期趋势变化及读者关注议题的缩影。虽不见得完全具代表性，但可呈现出一种脉络与主张。因此，这个平台并非单方属于通路或出版商，而是与读者协奏出的内容平台。当然，也有人说畅销榜具公信力，因为可透过技术性的操作来影响，或者作者名气等。如果可以拉长到一季来看，就更清楚看到一个完整的趋势。因此，具有实力的书籍往往都是后劲颇佳，而非只是回光返照的一次性上榜。除此之外，品项分类也是个令人诟病的问题。如何在供需双方的认知上妥善进行分类，让各类书籍都能有伸展的空间，也是相当重要的。反过来，从书店与出版商的角度，畅销榜也许是一面镜子，透过榜上的变化，可以用来洞悉读者们
近期所关注的议题，不仅可预印式的进行同类书的增补，并在书籍区进行主题车展外，对于出版社而言，也可以用来研判读者取向，作为未来半年、一年新书选项的取向。这一面墙像是个时代风向球。当然，如果您是书虫，对于自己的阅读品味相当有自信且执着，我想这样的畅销榜的确无法撼动您的选书意志。但这样说，畅销榜还是会对您有些许的贡献，也可以让您更了解目前社会上大家都在关注什么，在焦虑什么，这的确是畅销榜的价值。期待下次大家逛书店时别误了浏览畅销榜，相信那一整排书的书墙不止壮观，也为您带来许多的启发与灵感。我们下次再见。